曾怀疑，不曾忘却，信念魔力能愈发锋锐，因你与我并肩而立，刺破黑暗的黎明之间。苍穹下闪耀的星光，渺小但终会强大，滚烫的烈火与青春灼烧了整个天宇，不曾逃避，不曾畏惧，梦在胸中熠熠生辉，因你坚定的一个眼神，诸天万界也一望无前。不曾逃避，不曾畏惧，梦在胸中熠熠生辉，因你坚定的一个眼神，诸天万界也一望无前。不曾怀疑，不曾忘却，信念魔力的愈发锋锐，因你与我并肩而立，刺破黑暗的黎明之间。苍穹下铭记的信念，匍匐于黑暗之下，振翅翱翔九天之上，傲视着天地苍茫。不曾逃避，不曾畏惧，梦在胸中熠熠生辉，因你坚定的一个眼神，还是要麻烦你了，青青。丹丽，我用不了定灵针。啊？丹丽，你来写，我教你一道最简单的御水符。我来写符？别开玩笑了，就剩最后一把菜刀了，我看还是……丹丽，我相信你肯定可以。丹丽，把灵力凝聚到定灵针上，按照符咒脉络来刻画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没有灵力啊。那把所有注意力都凝聚到定灵针上。行不行啊？闭上眼睛。排除一切杂念干扰，气沉丹田，抱元守一。气沉丹田，抱元守一。气沉丹田，抱元守一。抱元守一，清净无为，可知万物。一如万物，万物如一。不得了了，这小子回忆起他老爹交给他的东西了。天不守一，失其清；地不守一，失其宁；人不守一，失其气。一之为本，三才合一。此所谓修炼之初法，抱元守一。又打瞌睡走神了。我堂堂天下第一御灵师，你娘也不差，怎么偏偏你？
算了，记住这些修炼之法，以后会对你有用的。父亲，大林，你太厉害了！怎么了？这伏兵还真是不可思议。其实这种伏兵只能抵御水流和火炎的攻击，人族修炼行家肯定不会选择这种伏兵的。没事儿，只要能糊弄拍卖行的人就行。先填饱肚子，才能有力气做事。小二，来两碗招牌面条，要红汤的，浇头放肥肠和红肠。好嘞，客官您稍等。我吃不得辣的，一沾辣就要打喷嚏。姑娘放心，红汤面不辣的，咱们的面条有嚼劲，浇头也好吃。至于有多好吃，那就只有您自己尝尝了。达利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想办法卖了伏兵，尽快把姐姐的瓶子赎回来。这你就不懂了，想把伏兵卖个好价钱，就得先来面馆一趟，这是赚一千两的第一步。啊？嗯？哎？哎，牛老板，忙不忙呀？我找你有事儿。哼，四大力，你又想骗我做什么事儿去呀？本大爷受不了了。老铁，你在润州城内这么久，都没见过牛家面馆的老板吗？没有啊，得亏之前没有见过，否则打死我也不来。您要的两碗红汤面。居然没有一点辣椒味儿。哎呀，因为这红色的汤汁是酱油做的底料。好特别的鲜味儿。牛老哥，帮我找个进拍卖会的门路呗。四大力，你和蛇哥捣乱的事情我还没给你算呢，每次找我都没什么好事儿。哪能啊，您照服了大力三年，大力一直把您当亲哥哥看的。哼，那你还来添乱。哎呦，牛老哥，哎，我做了一把伏兵，想卖个好价钱。你能做伏兵？你看，门路人家当然有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。哎，别说一件，一百件都没有问题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无名小卒。莫非你要不要再查一下这个人的底细？恐怕明天我不是被天火宗杀了，就是被你们舍弃。当我天火宗是吃素的吗？他必须死，都逼我是吧？来呀！我要独镇万古，横渡星河。我叫夜雨，是个闯荡江湖的游侠。